Nana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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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na！莫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奶奶，您没事儿。您只是睡了很长的一觉，莫儿就知道，您一定会醒过来的。傻莫儿，你哭什么呀？奶奶，这不是没事吗？奶奶，这位是婉娘，您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。您不必客气。是不必客气，反正早晚是一家人。你去哪儿？回闻香榭啊。闻香榭走水，修缮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。我已在方府为婉娘备下客房，按照婉娘的喜好重新布置了一番，你定会喜欢的。哎，哇，这方墨好霸道，好强势，好有男友力啊！那叫霸总。不，走就走嘛，不过是兄弟而已。可是，我的心怎么这么痛呢？我不会喜欢男人吧？喜欢男人？哎，站住！过来。哦。二少爷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特别尴尬。